你的琴是比以前进步了很多。就是我肯定是每年都在学新技术。秀一下我看一下。这个技术吧，就是它是在脑子里。一样的月光来。一道的月光让我越来越喜欢。你这个就是在乱弹是不是？爱你怎么能明了。你这个还是要好领一下，你看你这个就没给我惊喜了。什么啊？很惊喜，很惊喜，好吗？惊喜。和弦都直接就是改成另外一首歌。不过你钢琴确实好厉害，真的很棒，好厉害啊！我现在一直在羡慕你的这个技能。琴坏了，我直接麻住。你直接吓一跳吧。我以为要赔钱了。也不至于，也不至于。请杀死我的浪漫，来吧。这个派对上有好多女孩。前奏都没了哈，前奏比较难，没事，我理解。前奏我背过去了，我理解，我理解。这个派对上有好多。被击完之后。人在那边。也无所谓。哎呦，它真的很容易掉下来。我再帮你举一下，来，我们再一遍，五六七，走。时间太快，可我想慢慢来，爱也知道恋爱有害，可是还是会喜欢，会喜欢。挺好，挺好。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放在镜头面前说，你才比较会不好意思一点。快点过来，因为我们不是最近就是我们那个你要说什么？就是找你写歌。你可以啊。多少钱？摇个骰子吧。真的吗？说真的。摇真的。就是以什么？以 K 为单位还是 W 为单位？以 K 为单位我才接受哦。可以啊，就是我们摇两次，它那个骰子的点数乘起来。乘起来什么意思？就比如说五和六，五六三十。哦，也可以啊。OK。这么说，以后我们再算一下，6636，36000我还是能拿得起的，好不好？但你现在写歌大概什么价格呢？可以说吗？是可以说的吗？你稍微在我手掌上写吧，不要让他看见。大家看不见，真的。我觉得我们合作不了。不是，那如果是不经过公司，你自己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去跟公司说，我就要送他一首歌，之前承诺好的，你觉得会到多少？你写，没关系，他们看不见，真看不见。我写了一个，没事儿吧？这还哦，我明白了，放心了。什么放心了？那个价格我一点都不放心。放在我身上。行吧，这个到时候再议。